那是多少人命上了，多少人没摸活两百岁了，我讲，你黑冲光你。大家好，我是东宝。大山终于降温了，今天的天气好爽，秋高气爽啊！这都快打谷子了呀，全黄了。啊，一把矮呢，会黄打谷子呢？啊，高一点。前几天那个温度已经高到吓人啊，就三四天时间，这个泥巴就生硬了。他们杂交把你抓来的，怎么打击打击的去的？杂交把你还是快，这个年啊，高一点湿的。这本来这都干麻娘的，你看，其实也不算体不大，这个杂交把子就劲啊，你怎么打？怎么打击打击的？这入水肯定是有，但是不大啊，看看看没？哦，籽籽还是白色的。嗯，这个干它有籽籽就不错了。这个籽籽也还行。我们这里有个干法，它是果子类的啊，第一波结果的，年轻人没带，年纪小就没带啊。我差点信了。整天，你是年轻人，少了点的东西，吃嘛肯定好吃，软软的。嗯，好香，香香。我这把它烧成茄子啊，再点点嫩嫩的。烧成尖尖儿，再不吃都要老了，还挖烧了。为什么只吃那个尖尖？一般不是吃那个杆子的吗？杆子正正你切断。现在给你挖一盘拆开。我给你搞个好玩的东西啊。嗯。不知道你玩过这玩意儿没？我给你搞了个装饰品。嗯。来，过来。嗯。把戴耳朵旁边，一边戴一个。你小时候玩过这个没？我没搞过。嗯，好看。当然就是这样。掉长一点，下面掉长一点。嗯。嗯，对，就这样。嗯。好。小年啊，二环啊，这是大家应该知道我们要搞啥了。啊，这养猪牛，牛都乱打我都不服。给你们看，杆子有好高。哈哈。我的娘，三米三四米了这。粉丝朋友们准备好了没？有可能见证今年最大的野百合根茎啊！大家看一下啊，刀把大的杆子啊，就问你们如不如花？这一堆土都凸起来一坨，说明下面真的如花。这亮度都好大。嗯。你不行啊，那都小的。我拿的，自己拿的。没人回答。哎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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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泥脚不行啊，这泥巴太硬性了，不然真的碗大啊，不敢打啊。就拳头大，不然的话真的有碗大啊，太硬了泥巴。看那个小人多大。我感觉这个比刚才我大一段骨滑些。这个好白，好漂亮。饿的啊，人家我又馋的啊，要去挖来。反正我晓得啊，明年去挖了啊，一大片全是那过去啊。蟹子啊！哎呀妈，搞的是人干净净的。好，快！这个我把你搞起来，大地方，这家也没有产好的。用辣子炒，辣子，烧灯，大蒜，起锅，搞一会儿，煮茶，啥子？嗯，快！小弟，我帮你。阿萨宝。这辣子没得烧的好吃，不打电话。煮茶是好吃。煮能吃的东西，我无一不敢吃，就像蚂蚁、马口，我试一下呀。但也没人很强的啊。人搞苦的哦，他都骑不车了。好，村里的狗养不好的，土狗子也养不好的。有米地了啊、哦！那是多少人命上了？多少人没活两百岁了？我跟你讲，
你黑松果呢？这里有多个火龙节。把鸡处理烧的好吃。明年的边。我找火鸡了，鸡没有花纹。好油它。要放在，要吗？要不要？你我亲戚。我不吃了。烧饼比孔明菜好吃些，孔明菜花花的。我觉得孔明菜比烧饼好吃些。哈哈哈！孔明菜花的是不是你花？每个人的吃法不一样。啥生疏？哪晓得他煮出这么受欢迎哈？好吃，好吧，我们试试啊，拜拜。拜拜。